他跟丰田，你比较喜欢他？他。哇！天哥，我们二号请出场来。没关系吗？哇！天啊！哎呦！我们从来没有听到他说对我们满意这句话，因为都会喜欢高德啦，所以他跟丰田，你比较喜欢他？哇！哇！天哥，所以你看嘛，男生女生都一样，喜欢新鲜的。OK，CP 两两一组，非常简单。最想要吃这六道菜当中哪一套？好，转过身，同时比出数字来。对，一样留下来吃，不一样出去。好，这个机会很低。很明显的标示哦，一二三四五六，看他们先。我想看他们先。他们不能。其实我们今天到现在好像他们讲话的互动率很多了，对，语言上面比较难沟通啊。老实讲哦，一整天下来，我也很少看到你在跟他讲话。对，来，你们两个转过身，这样比较不会看到彼此哈。啊，我三二一，你们比出摩羯最想吃的那道菜，好，看清楚了，三二一，哇！他无法沟通没关系，爱不需要语言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自己也吓一跳，我自己有吓到。不会，你是不是吓一跳？我真的吓死了，妹妹，我这个我第一次看过。对对哦，我想试试看。我刚才是想着他没吃过，没见过这个菜。哇哇，刚好我想的一样，猜他的心这样。哇，他 can read your heart， he can read your heart。跟健身该不会比智力？你侬我侬，甜滋滋。我们第二关叫做是恋爱瑜伽。四组呢同时进行，做出指定的瑜伽动作，看哪一组 CP 呢维持的时间最久。来，我们指定的动作是什么呢？是这个。哇，这个我们怎么搞啊？爱心的，好难哦。会折到哎。大家准备好了哈，马上做出我们指定的动作。我会不会跌倒啊？来，请坐。哎，来来，脚跟碰脚跟，脚跟碰脚跟，脚跟碰脚跟。来来，动作要确实。对的，哎，您这个好像不够那个。这个脖子好痛。来来来，好。哇，这个对筋很硬的人，哇，肩胛又抽筋了。头要看天花板。肩胛痛是正常。怎么了？立冬，来。哎，我看。这组出状况了。等一下。我尽力。没错，努力。我好厉害，抓住！我的命快被拗了，这高手痛不下去我快脱手了。对，我们一起撤好不好？最后的疼爱是什么？手啊！好，这组淘汰。来，请到旁边。哎，刚才还可以唱歌哎。都会还可以吗？还可以。还可以。好强。Teddy， 你还可以吗？都会撑得住，我就撑得住。好。很晒恩爱哦，雅涵可以吗？可以。啊，再坚持一下。来，我们严格要抓这一组。来，丰田，你应该要这样，对。哎，干什么？你怎么那么没动头啊？那拍一下就倒啊。来，对，因为我发现男生普遍有问题，像这个腰都不够那个。二群。对对。假的。一样。假的。恭喜，结束了，只有佩妮跟李宗慧挺到最后。哎，我分数追上来了，我洗了一个澡。哎，真的，他直接流汗流成。哎，表示做瑜伽是有用的啊！恭喜我们佩妮 and 都会再过一分。好，进行我们第二关游戏，亲密脸贴脸，非常简单 ，CP 组。用脸颊夹住气球，放在前面那个桶子里面。哎，好，你这样讲完，我以为林湘会抗拒，但他笑了。你笑了，他终于不再抗拒了。因为时间晚，他想睡觉觉了，他已经被搞到没脾气了。他不是笑，他是踢笑。我们成功的驯服一位二媳妇。
开始学着将就了。对，放空了。这一关获胜的 CP 一口气可以得到5分。哇，五分，那等于直接赢了。对，一颗星的都有机会啊。那我们第一组就位啦，好，就最高分的先，对，最高分的，来，好，两位，好，计时2分钟。哦哦哦，有有有，哇，很稳很稳，那个接的，哦哎，我发现越亲密越有优势，用脸颊，越亲密越有优势，两颗，哦，他很厉害哎，很稳，对啊，有有有。哇哇哇哇！太平哥又出现了，太平哥，太紧张了，太紧张了，紧张了，紧张了，他们两个玩出感情来了，在最后一关才，越来越好玩，都会最好玩，你才赶尽杀绝，他们其实已经赢了，班长，好了，放过我们，八，七。六哇！最后，你看他还要他冲刺哦，你看。哎，亚涵根本碰不到风景。加上啊！哎呦！来，我们统计一下几个。都会真的好开心哦。好可爱。5、6、7、8、9。来，恭喜获得9颗。哇！好厉害哦！好多。刚刚两位已经做了最好的示范啊，两位好。知道了哈，可以，听哨音哦，来，准备了，计时2分钟。哇，有，这个有快，这个有快，放开来的。哦，太热情了也会有反效果。其实当然不用蹲那么低，要用脸啦，两个要用脸，要用脸。也比较难，没有坚持。啊，这个水球在漏水。点其实，哇，这两个越爆越紧。哇，进去了。哇，进去了。进去了。好累啊。对呀，进去了又好累。啊，我越做越近，危险，这个有在。啊！你看吧。可以慢慢的，不要慌，不要慌。没有，他有可能会。7、8、9、9颗，哇！你那两颗如果有进的话，就对啊，就11颗了。太急了，太急躁了，太急躁了哈，操之过急。好的，目前哈两组是同等同分的状态，来，我们下一组。好，这一组哈大好大坏了，那好了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因为你现在精神涣散呐，没有，他现在肾上腺素来了，真的哦，真的。准备了，计时2分钟。林香肾上腺素发作了，一开始都会很快，林香不喜欢输的感觉，后面就会变慢了。对，真的后面会累，后面会累。他决定燃烧他生命当中最后一根蜡烛。哇，他们真的很拼嘞！哦哦，爆竹分全拿，你们就是赢！哎呦，小心！啊！林香脸已经扭曲变形了。来，不要不装了，不要再管装的啦，不要假装了，能赢最重要。对了，就这样了，对，就是，就是这样，赢了，不要管装。对对对，给他们看看，是不是游戏？对，游戏来。不对啊，这样也可以，游戏女王不能输。这样，你这样，你要侧脸，侧脸来，你这样，闭嘴呛我，你不把，好像你在被。他没有逻辑，现在的他没有逻辑。我在骗呢。不报英雄就死。他没有逻辑，他输了。他很烂，那负30了，赶快加油！最后一个。糟糕。加油！来，妥妥的放进去。哇！压上。等一下，因为我用这边。我这边颧骨突出，它一直滑掉，我只能用眼凹，是用眼凹控制那个球面。对，他玩到掉毛，我掉睫毛了吗？睫毛，这个是光荣的印记啊！今天不管球几颗，对不对？今晚你的运动精神值得。睫毛弯弯，对，真的你还好耶。